行云流水奇景异彩，这如真如幻的一砖一瓦一沙一石，是古建奇谭网络版通过全面的技术升级精雕细琢重新打造。游戏制作导入了基于物理真实渲染的 PBR 渲染技术，全面整合 EABIS、Speedtream、Harvac、NVIDIA GameWorks 等世界领先的引擎中间件，还原接近真实环境的光影和材质，同时增加了丰富的眩光效果、动态模糊以及景深等后期特效。经过精益求精的美术与技术人员反复的雕琢和打磨，只为让游戏中的天、地、草、木跃然眼前，栩栩如真，所想化为所见，奇谈如临耳畔，心中的仙侠世界终将在《古剑奇谭》网络版中重现荣光。